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圆圆。11月18日，乡村爱情中常贵的饰演者王小宝的大儿子近照罕见曝光，他刚从学校回来，少年感十足，颜值特别高。吴琼是王小宝的妻子，他听到儿子敲门后立马去开门，语气十分开心。推开门的一瞬间，孩子有些羞涩，但吴琼却想要和儿子亲密接触，母子俩同框就好似姐弟一般，关系特别融洽。13岁儿子近照比之前瘦了许多，也长高了许多。陈佩斯对于自己的儿子非常严厉，陈大愚曾经在采访中直言十分害怕父亲，都难掩自身帅气，可见他的确是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。吴琼一个劲儿的夸儿子又帅了，鼓励式的教育让孩子也感到很开心。一旁的王小宝在家保持着当父亲的风度，始终很有威严感，他默默不语，只是看着娇妻与儿子露出微笑。这样的一家人确实很幸福了，想必他内心也非常高兴，毕竟儿子又高又帅还懂事。网友们看到这段视频后评论称儿子比爸爸要帅很多，还有人觉得他特别成熟稳重，长大一定是一个好孩子。王小宝今年已经57岁了，他因乡村爱情中王长贵这一角色走红，至今很难被人超越，他一直都在饰演长贵，所以给观众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王小宝有过2段婚姻，现在的妻子吴琼比他小19岁，两人一直很恩爱。前段时间女方还吃醋老公与前妻有联系，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和好如初。王小宝一家确实很幸福，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，也祝愿他与吴琼生活更加恩爱甜蜜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联系删除点赞了吗？关注了吗？谢谢。